我们还可以看一首曹丕后期的诗歌，《夜听王去行》，这个也可以反映他当时的思想。高树都被风，黑水扬起波，利剑不得长，只有后续多。不见离剑却，剑腰自投罗。罗家得缺席，少年剑却悲。拔剑烧龙王，黄雀得飞飞。飞飞磨苍天，泪下谢少年。这首诗歌啊，大家看看这一个罗，这一个罗网里面的黄雀，这是曹丕当时自己的思想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写照。高树都被风，黑水扬起波，啊，这个曹丕的诗歌往往起兴啊，起调起得很高啊。利剑不在掌，皆有何须多？我们自己不掌权，你朋友最多也没有用，啊。曹植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后来有些朋友被曹操杀掉了，有些朋友被曹丕杀掉了啊。你像杨修，他是支持曹植的，被曹操杀掉了，对吧？找了个借口随便杀掉了。你像丁仪兄弟，他是曹植的好朋友，曹丕一当皇帝就把他们杀掉了，所以曹植心里感到非常的忧虑。利剑不在掌，皆有何须多？啊，自己的朋友啊，都被曹丕杀掉了。你不见离剑却，剑腰自投罗。啊，你没有看到离剑一只麻雀吗？他看到了天上的老鹰，姚就是那只老鹰啊，猛禽老鹰。他看到了猛禽，他结果自己呢，就往下飞啊，结果投到罗网里面去了。那么张鲁王的人得到了喜鹊，非常高兴。但是其中有一个少年呢，见到了被鲁王网住的麻雀呢，他非常的悲伤。他救麻雀，拔剑烧鲁王，黄雀的飞飞。你只要把这个鲁王把它挑开一个洞的话呢，这个黄雀就走了啊。这个黄雀飞飞磨苍天，泪下谢少年。这个他飞走了之后啊，他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呢，他下联呢，谢谢他的那个，谢谢这个救他的那个少年啊，救他的那个少年。所以我们从这些诗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啊，曹植当时的一种思想情况啊，曹植当时的一种思想情况啊。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曹植啊，希望哪个有权力的人能够来加以援救的这种希望啊，希望。当然没办法了，因为皇帝曹丕对他怀疑猜忌之心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救他啊，没有人可以救他。曹植的诗歌啊写得非常好啊，曹植的诗歌写得非常好。曹植呢还有赋啊，我们上课都没办法讲了，时间不够啊。曹植的词赋呢是抒情小赋，他这个《洛神赋》啊是他赋当中的名作。曹植还有文章也写得很好，比方说《与杨德作书》，是一篇有文的散文的书章啊。这篇书章呢，直抒怀抱，激谈时人，文辩锋利简洁，也表现了曹植自视甚高的一种性格啊，性格。曹植的诗歌写得很好啊，诗歌写得很好，最好。所以我们大家回去啊，把文学史里关于曹植的这一章啊，大家好好的看看。我们既然讲三曹七子，那么七子的诗歌啊，我们还是要讲一讲七子啊，七子。七子，什么叫七子呢？今天七子呢，
歼七子这七个人呢，因为他的名称出于什么地方呢？七子这一名称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啊，典论论文。曹丕不但是个皇帝啊，是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有名的文学家。他写过我们中国第一部，现在能够见到的第一部的文学批评的著作是《典论》啊，《典论》。《典论》里面的整部书呢已经残余掉了，但它里面有一篇叫《论文》流传下来了，还有一些零星的散东西呢留下来了啊，整部书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歼七子呢，是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到的七个人：孔融、陈鼎、王粲、徐干、阮宇、殷养、刘桢这七个人啊，这七个人。这七个人呢、啊，实际上是不同的。你像孔融，孔融的年纪呢，比以下六个人都大得多。孔融比曹操还大一岁，啊，比曹操还大一岁。但是为什么把他放到歼七子里面去呢？我们现在也可能写诗歌的风格差不多。孔融是被曹操杀掉的，啊，孔融是被曹操杀掉的。孔融的故事也很多，我们大家知道他是孔夫子的后代啊，孔融让梨大家很熟悉是吧，我们这里不多讲。那么我们讲讲歼七子当中最有名的是王粲啊，王粲，王粲前一世有登楼府。那么王粲呢，他是七子当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立篇请称他是七子之冠冕，能诗善赋啊，能诗善赋。他的诗呢写的最好的是七 A 诗，最有名。其中第一首呢写诗人由长安避难荆州的时候途中所见，诗中描写了拔过碧平原和击父弃子的悲惨情景，深刻地提示了当时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的灾难，是汉末现实的真实的写照。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诗一样的，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一个精神。登楼府呢，是王粲滞留荆州的时候登当阳楼写下的一篇抒情的小府啊。王粲我们大家知道汉代的王家家族是非常大的啊，王家家族是非常大的。王粲在长安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他在北方，他是非常在京城里面，他是非常有名的人啊，在洛阳，在长安，后来董卓不是把迁到长安去了，他都是非常有名的人。当时的文坛领袖名字叫蔡邕啊，蔡邕。当时的文坛领袖啊，名字叫蔡邕。蔡邕就是蔡文姬的爸爸啊。蔡邕对王粲非常欣赏，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死了以后，我把我家里的藏书啊，我要全部送给王粲啊。当然蔡邕最后是被王允杀掉了，因为他董卓死了以后讲了几句不得体的话，被王允杀掉了。王允这个人伎俩比较小啊。后来王粲看到北方大乱呢、啊，他就到南方来了啊，到南方来了，到南方来了，他离开了长安到荆州来，他路上写了七 A 诗。到南方来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些笔记小说里面讲到了，当时的荆州刺史叫刘表啊，刘表啊，荆州牧刘表，刘表也招人，也是喜欢招揽人才的一个人。笔记里面讲到了，他讲到如果王粲来投奔我的话，我把女儿嫁给他啊，他对王粲很器重，王粲就来了啊，来了之后，据说刘表这个人很喜欢那种很讲究一个人的外貌，就是王粲的个子大概长得比较矮小貌轻啊，所以刘表一看就不太满意，所以就没有提把什么女儿嫁给他的事情，并且把他做冷板凳坐在那里啊，冷板凳坐在那里。所以他滞留荆州滞留了很多年，所以他在登当阳楼的时候心里是非常不舒服，
写了这一首《邓仁甫》啊，写了这首《邓仁甫》。所以刘表死了以后，刘表的小儿子刘崇上台了以后，他竭力篡断刘崇投降曹操啊，曹操投降曹操。因为他劝刘崇投降曹操有功，王粲呢也得到了曹操的封赏，曹操封他做关内侯。我们大家知道封侯啊，这个大家都非常想的，封建社会是不是啊？这个李广一辈子他没有封侯，是不是啊？他为了封侯啊，搞得打了70几次仗都没有封侯，有几次差不多要封侯了，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封侯。王粲劝刘崇投降曹操，曹操还给他封侯。大家注意，这个关内侯是一种名片侯，没有土地的。一般封侯就是给你一个城市一个土地，这关内侯实际上是你说是侯啊，实际上他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给你啊。也蛮有意思的，封建社会里有时候也搞这一套啊。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王粲的切叶诗好不好。王粲的切叶诗在我们的啊，你们我们的书本，在我的书本247页啊，247页。那我们看看这个屏幕上也行啊。王粲的切叶诗，大家看看啊。这切叶诗到了第一首啊，写得非常好。西晋乱无相，西晋乱无相，财户各方各换，佛气中国去，远胜石敬慢。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盼啊。那个时候西晋乱无相呢，我们大家知道吕布把王允吕布他们联合起来把董卓杀掉了以后啊，那么本来可以安定了，吕布手下还有4个将军带了几十万兵马在那里，你像李榷、郭范这些人，他们要求投降，王允这个傻蛋居然不准他们投降，不准他们投降嘛，糟糕了，反正死的我们就跟你抗到底。他们4个将军就带兵了，攻打长安，并且把长安攻下来了啊，攻下来了，把王允也杀掉了，吕布逃走了，是不是啊？朝廷搞得一塌糊涂。所以王粲是在这种情况下面离开长安的。所以西晋乱无相，财户方各换。他说没办法了，我只好佛弃中国去，远胜石敬慢。我呢，看看北方没有什么作为了，我就离开中国。大家注意，我们今天我们整个中国叫中国，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北方中原才叫中国，中国。刘表在湖南湖北，湖南湖北这个地方叫荆州，荆州他们在因为是南方了，所以叫荆蔓啊，荆蔓。中原呢、啊，我们在中国的中原就陕西啊、河南这一带，他们才叫中原，他们往往把自己叫成中国，啊。大家看看，那个时候的人呢、啊、比较自大啊。北面是北狄，这个狄字是犬字旁，东夷也是犬字旁，西戎也是犬字旁，南蛮是虫字旁啊。只有中间的人才是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范围啊，概念比较小吧，应该是啊。所以
他说我现在没办法了，我知道委身失静脉。我出门的时候呢，亲戚对我被朋友相追盼啊，朋友相追盼，出门无所见，不过碧平原啊。亲戚呢对着我感到非常悲伤，你到南面去了。朋友们呢追着我的车子，攀着我的车子不让我走，当然不是不让我走，这种是告别的一种情景。我出门呢没有什么见到别的，只是白过碧平原。出门见到了到处都打死的人，没有埋葬的啊。他下面还碰到一个具体的事情，路有几妇人抱子弃草间啊，路上有一个乞丐的一个女人，她抱了个小孩子，看到我的车马过来，她就把小孩子丢在草里面啊。故闻好其声，挥涕都不还。故就是回头，这个女人呢回头看看呢，这个小孩子在哭的声音，但是她呢流着眼泪呢都不还，不回来，不是都不回，都不还，不回来，坚决不回来。啊，王太太叫他，他回答是：“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晚？”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死什么地方了。我小孩子我就送给你们了，啊！王太，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个小孩子救起来，带到刘表那里去，这算什么？这算怎么回事呢？对不对？他本来不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刘表本来是讲过一句话嘛，啊，刘表王太太了，我把女儿嫁给他。你如果带了个小孩子回来，这个事情倒不好办了，是不是？所以王灿绝对不会带这个小孩子的。王灿说：“我也走了，驱马妻子去，不能听此言。”我就赶着我的马车啊，赶快走了啊，不得。下面是典故：难登霸陵汉，会舍望长安。务必下泉人，巍然双心感。霸陵是汉文帝啊，汉文帝叫霸，汉文帝死了以后，他的墓叫霸陵。他使我想起了汉文帝的时候，汉文帝那个时候是天下治理的多少好啊！我回首望长安，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想想汉文帝的时候，还在想起来务必下泉人，这是《诗经》里面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言自天下太平，巍然双心感啊！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写作者离开长安的时候所看到的离乱的景象和自己悲痛的一种心情啊。